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大海退潮了。今天带大家去捉鬼面蟹，捏了一个小鼓包，这里面有可能是鬼面蟹的巢穴，我们冲一下。哇，好多的鬼面蟹，再冲一下。哇，今天是大丰收了，今天晚上的下酒菜有了。我们把它捡起来，捡起来啊，我们把它捡起来。哇，今天捡了这么多的收获啊，回家清洗一下，清洗一下，我们把它掰开，晚上做一个辣炒。做一个辣炒鬼面蟹，哎，放上葱姜辣椒，然后放入鬼面蟹，炒香，放入鬼面蟹，翻炒一下，然后加入少许的糖，加入醋，再加入一点盐、鸡精、少许的料酒，翻炒，然后我们盖上盖子，等上5分钟。哇，鲜美的鬼面蟹出锅了，辣炒鬼面蟹完成了。